麦卡琴，资料照法新社。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前海盗王牌投手科尔 Jared Cole 昨确定在一桩一换四的交易转战太空人，阵中 A 咖球星剩下海贼王麦卡琴 Andrew McCutchen。 然而在科尔售出后，经传出麦卡琴也摆上谈判桌，对象包含旧金山巨人。科尔昨天确定被交易到太空人，资料照法新社。ESPN 记者 Jerry Krosnick 指出，海盗总经理亨廷顿 Neil Huntington 乐于和几支球队谈论麦卡琴交易，巨人是其中一支球队。不久前大都会也曾找上门，对海盗球团来说，紧接在科尔之后交易麦卡琴是下定决心重建的选择。2013年国联 MVP 得主，又参加五次明星赛的麦卡琴一直是许多球队补强火力的焦点。过去七季麦卡琴每季都有20轰以上，上季还缴出打击三围 279, 363, 486, 28轰88打点，对于上季64胜98败全垒打数又敬陪末座的巨人，麦卡琴的加入绝对能带来火力。